难度啊，他这个。他进了，因为他现在 ST 除了 TOP 还有谁啊，兄弟们？帮你抛完进来哈。Action，Skr，皮卡，啊，嘎吉乌，我要 Skr 的，我要 Skr 的。他们是有机会的，他们毕竟到现在也还是个满编。想了一下，不是 TOP， 是 Skr。真别吧，那 Skr 我准备都给他换了。这两支战队打得非常和谐、啊。你凭啥呢？你二叔都打不进来 ，Skr 打进来，你还给他换了？我都准备转会蒙古 STE 给他换了，原本是准备换 TOP 的，TOP 实力还行，算了吧。六十三，现在十六名后面只有三个队伍了。三个队伍如果说都进的话，往前挤，刚好把 BTR 十三、十三，哎，还有个十四名，把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挤下来。十四 BTR 是已经进了呀，百分百进了。十四是那个谁吧？十四是那个谁吧？不知道是谁。十三，你是？那后面十六名就十四就是。给泡泡挤下去就行了。BOSS 也没了。BOSS 十六，那 BTR 进了，百分百进了。他已经进了，你十八跟二十一往上顶，最多顶两个下来，把十五、十六顶下来。十三名的 BTR 是稳进的。好像 Pearl 很难被挤下来啊。很难吗 ？Pearl 是七十八分。哦，开了吧这？这真的是盲穿，冲盲盒，我靠！他冲盲盒，他怎么冲？怕什么？你的野牛怕什么？我靠！这差点能粉刷了、哦！哎呀，真行啊！一穿几啊？这个哥们儿，一穿几啊？一穿三，一穿四，牛逼！